15岁辍学经商，18岁进入销售市场一线，通过向世界一流心理学大师、成功学大师、灵性大师学习，20岁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千万富翁之一金克成，亚洲顶尖行销大师和成交大师，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曾任海南巅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网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月朗国际全球教育总监，现任重庆建安建设集团咨询顾问、广东太阳神集团直销总部商学院院长。他是培训界销售实战的代表，因其卓越的销售天才、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超人的融合能力，在其数千例一对一销售和近千场公众演说销售中，现场成交达80%。他也是培训销售实战冠军的代表。多年来，金克成老师帮助了数万人在一对一销售中成交率提升1到3倍，帮助了上千人在公众演说销售中达到50%以上成交率，多家知名企业因其设计的销售脚本而业绩倍增，被众多学员和企业誉为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2003年，受名师指引，倾注全部精力，潜心于生命潜能的开发，将中国的传统哲学智慧及西方心理学的精华融为一体，开发出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的成长之道。其金牌课程《3天练就金口才》，金牌销售工作坊《生命成长工作坊》，领导人特训营大受欢迎，著有《迈向巅峰》《3天练就金口才》《隐藏的智慧》《金牌销售》《成功加速器》《回到基本点》《成功的洞见》《直销的王道》等书，被《打工风云》《永州骄子》《湖南人才信息报》《中国人才信息报》等媒体誉为“中国的卡耐基”。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绑在一起。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机会与上帝一样是无处不在的。我又运用了什么方法？运用故事中的隐喻。请问我们有实现我们的梦想吗？如果没有实现我们梦想的话，请问我们有忠诚我的梦想吗？各位，刚才有没有跟大家做示范？有。是怎么讲的？我90%的时间在讲什么？成功行销的第二个关键，所讲的事情很真实。各位注意了，在我们演讲的过程中，我们要保证我们所讲的内容很真实。为什么要真实？一滴水是不是水？是。一碗水是不是水？是。一河水是不是水？是。一海水是不是水？是。它们的本质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它们的水分子都是一样的。各位，同样的道理，一句假话是不是假话？是。10句假话是不是假话？是。100句假话是不是假话？是。各位，本质是不是一样的？是。是不是一样的？是。是一样的。你一不小心说了一句假话，结果怎么样？要用10句假话去圆，结果又用100句假话去圆，结果就是什么？漏洞百出。只要有细心的听众听到你讲一句假话，结果会怎么样？他开始怀疑你讲的是不是全是假的。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这就是一滴水也是水，一碗水也是水，一海水也是水的道理。各位朋友，当你在演讲过程中讲了假话以后，接下来你有很多的人就开始花时间来研究你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讲的是真话，别人都认为你是什么？假话。各位，所以我们在演讲的过程中，我们在行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是什么？所讲的事情怎么样？是很真实。第三大关键，
所讲的事情很合理。各位朋友，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擦粉的理论。各位朋友，什么叫擦粉的理论？我这里呢有一个刀疤，这里呢又有雀斑，这里呢又有些青春痘，所以我想呢这个形象太糟糕了，如果我出去见人呢不能见人，那我怎么办？哎，涂一点粉。哎，回答正确，加持人。我要擦粉吗？我擦了以后让别人看不出来，结果我就把我的脸刷成墙壁胶了，是不是？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假如你天生丽质，你还要擦那么多粉干嘛？还要刷那么多墙壁胶干嘛？各位朋友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接下来跟大家讲成功行销的第四大关键，提供可以选择答案的问题。你到底怎么样操作的？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提供二选一的问题，是一个一米粪坑和三米粪坑的问题。各位朋友，有一个人在追杀你，前面已经没有道路了，但是你可以通过两个粪池逃生。粪坑，一个粪坑呢有一米深，一个粪坑有三米深，请问你跳哪一个？三米。有人说跳三米的，跳三米不淹死你吗？对不对？谁愿意跳三米的？我不跳就怎么样？就会死。我跳太臭了，但是反正是臭，我怎么可能选一个更臭的嘛？对不对？那我选一个什么？选一个浅一点的，害怕一跳进去就臭晕倒了，晕死了。各位，先是臭死，后来是什么？是淹死。所以会选什么？一米的。各位朋友，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都是痛苦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对，一米也是痛苦的，三米也是痛苦的，最后你选一个什么相对痛苦少一点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所以你提供的二选一的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比较痛苦，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更痛苦。所以你选择什么比较痛苦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是听众主动选择的，而且这个选择对他来讲是最好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跳三米的粪坑更深，风险更大，跳一米的呢是不是相对来讲是更好的？是。所以是不是他选择的？对。我没有建议你也跳一米的，你没有建议你跳三米的，跳一米和三米是谁选择的？三米。你这是选择，而且你觉得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啊。第三个重点，结果是谁要的？听众。结果是听众要的吗？自己要的。他跳一米的粪坑是谁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我想要的结果。答案是谁选择的？顾客选择的。答案是他选择的，结果是谁想要的？我想要的。我本身就设置好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一米的粪坑，一个是三米的粪坑。我本身就是要你跳一米粪坑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我通过问两个问题以后，你主动选择，结果对你来讲是最好的。然后呢，结果是我想要的，是不是皆大欢喜啊，各位？对。怎么样才可以证明我讲的这种方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行销的方法？其实我一直在用，比如我跟他有分析过的。各位朋友，请问你是选择创业初期的公司来合作的，还是成熟的公司来合作？各位朋友，这就是一个一米粪坑和三米粪坑的问题。你发现没有？选择成熟的有机会，这个是多少的粪坑？多少米的粪坑？三米的粪坑，没有智慧还要做干嘛呢？嗯，虽然没有风险。好了，选择有智慧的，但是有风险，是不是粪坑？是。有风险是不是粪坑嘛？是。还是粪坑？是多少米的粪坑？一米的粪坑。所以结果我说你是要选择刚刚创业的公司有机会的呢，还是选择成熟的没有机会的？刚刚。你说选择有机会的，有机会的，但是有风险的。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是。是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是。结果对你来讲是不是最好的？是。是还是不是？是。是的。第五大关键，成交试探。各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内容，听众也可能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产品销售给我们的听众，不管这个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如何判断可以跟客户做成交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最佳的时机？
要不要方法？要 OK。那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成交试探。为什么要做成交试探？各位，因为我们要透过一个试探的动作来了解在场的听众对我们的内容的接受程度，他接不接受，他接受的怎么样，要不要了解？各位要还是不要？要 OK。 所以当我们在演讲进行到快要成交的环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人来试探一下，看看听众的反应怎么样了，是不是到了最佳的时机。找什么人比较合适呢？各位，找状态最好的 OK。 如果找状态最好的人，通常来讲他一定会配合你，是不是？但是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人状态都不好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一次的成交试探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成交，会不会有可能碰到钉子？有没有可能？那么这样的大规模的受挫有可能令到你这一场的演讲怎么样？宣告失败。所以我的认为，不要找那些一定非常配合你的人，因为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购买你的产品，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要不要找另一个非常抗拒的人？在你的听众当中，他可能是比较冷漠的，啊，一直是比较反应冷淡的，要不要找这种朋友？要不要？不要找这种学员。那找什么人会比较合适一点？哎，回答正确，要找那种不冷不热的。他的态度，你说他不主动，他很主动；你说他主动，他又比较什么？比较矜持。找这样的学员相对比较好一点。当你提出来说，你觉得我讲的怎么样？你觉得对你有没有帮助？觉得有帮助，你想不想购买我的课程？他说好，没有问题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绝大部分的人怎么样？已经接受了你的观点，已经接受了你这个人，已经准备好要怎么样？要购买我们的产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进行大量成交？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从这个人他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成交时机是不是很合适。第一个重点是什么？找到那个比较配合的人。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从这个比较配合的人的反应来观察是不是可以进行成交了。我一让他说话的时候，我看他说话速度快不快，这第一。第二，他鼓掌的时候热不热烈，知道吗？他回答我问题的是坚不坚决，各位，重不重要？你看我经常在现场做成交，让别人交定金的时候，我找到一个人来试探他，我说你现在交500定金到我手中愿不愿意？他说愿意。 OK， 我说你会不会后悔？他说不后悔。那我说你马上掏钱，他随手就拉出钱包，然后从钱包里面拉出一叠钱就给我了，他也没有数，不知道是500还是1000还是2000。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他已经完全信赖。如果比较配合的人都已经完全信赖了，那我想问一下，那些更配合的人会怎么样？那就是更加的信赖。发现没有？有没有技巧？有。但是有一些人他在做公众行销的时候，他会采用什么方式呢？他会事先安排一个托、两个托、三个托。他说当我要成交的时候你们就上来交钱。各位，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我们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呢？他怕没有人愿意交钱，所以希望用一批人来带动什么？另外一批人。但我要告诉大家，既然他是你的托，那我们就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接受还是没有接受，你同意吗？所以我们采用这种做法往往是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这些人是你的托，他当然会交钱，但是他交过钱以后其他的人不一定会交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听众的真实的情况。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采用什么？找到那个态度比较配合的人来进行成交的试探。那么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当我发现那个人非常主动，而且呢回答问题非常坚决，速度也很快，掌声也很热烈的时候，那表示什么？已经到了大规模成交的时间了。各位，这是我在多年的
啊，现场成交的生涯当中累积出来的经验，我很善于去观察每一个学员的反应，他听还是不听，他听了鼓掌，他为什么鼓掌，哪一个观点他是接收的，哪一个观点他是不是接受的，我都了然在胸。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会透过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哎，他所有的肢体语言，哎，他是这样做的还是这样做的，来了解他当下的状态，从中判断我的演讲的时候，我的听众对我的内容的接受程度。总而言之，就需要什么，我们用眼睛来观察。各位，所有的好的导师他一定是很懂得聆听的啊，在接下来我会进一步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一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讲第六大关键，一个立即购买的理由。各位朋友，你今天讲到这个很有道理，我觉得你的产品也很适合我，我也想买，但是我可不可以明天买？各位，可不可以？可以。我为什么要现在买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前面所有的方法都是教我们要让我们的客户来购买我们的产品，他为什么购买我们产品等种种理由，但是为什么要现在马上买我们的产品呢？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要马上解决。那好了，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方式是什么？给他一个理由，你今天现场购买的话，那我有没有折扣？有折扣。那如果明天购买有没有呢？肯定是没有的。透过这样的销售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达成现场的成交。各位朋友，今天我只是随意的做了一些销售动作，那么也有很多朋友有没有交定金到我手中？有。然后有很多的朋友把你手中的钱交到我的手中了。各位，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给了一个立即购买的理由，就是可以节省480块。请问有没有赚到？各位，有赚到。那我们在每一次的演讲中，要不要事先设定好我们的立即成交的理由？要不要？你一定要给他一个马上成交的理由。在培训公司当中，大家很惯用的一招就是说，我们今天有20个现场报名的名额，我们的课程本身是10800，只要你现场报名交1000的定金，就可以节省多少？哎，节省4800，只需要交6000的费用等等。但很多人比划一下想，如果我明天报名的话就要交10800，我今天报名的话是多少？是6000。所以他会不会现场订购？各位会。那么对于培训公司来讲，他更多的关注不仅仅是价位，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哎，关注的是我可以统计有多少人出来参加。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临时来报名的话，他是不是没有办法掌控到底安排多少人吃，安排多少人住，那个场地要多大，能不能掌控？不能掌控。所以他进行课程的优惠是为了什么？他更有利于他会议的管理，是还是不是？是。最后是什么啊？接受培训的人很喜欢，培训公司喜不喜欢？当然更喜欢。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第七大关键，就是不断的成交。各位，为什么要不断的成交呢？我来跟大家讲第一个理由。前面所做的所有的一切让听众接受啊，已经把水煮成多少度了？99度了。99度是不是开水？是。不是开水。还有一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成交。做好所有的动作，他说我要买了，我已经接受了，但是你不成交多少度？99度。只要你一做成交的动作变成多少度？他一购买变成100度。100度才是开水，99.99度是不是开水？都不是开水。我经常会跟大家打一个比喻，就好像您带你女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突然间放了鬼片、恐怖片，你害不害怕？你害怕以后你身体就软了，然后你就抱住你的男朋友，你男朋友这个时候就应该呈现出他的英雄本色了，放心，别害怕，我在这里呢，就抱住他。这个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这样的一动不动的，另外一种就是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了。各位，他已经靠在你身上，其实他已经早有准备了。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只是借这个机会怎么样靠近你而已呢。好了，水已经烧到99度了，你站在那个地方像那个绳子捆住你一样的，是不是错失了良机？各位是还是不是？接下来电影上场，你说我送你回家吗？你们在想，哎，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那女孩子抱着我是不是对我有意，是不是有那些想法？所以你送她回到家门口，你说你一想她可能是喜欢我，她可能已经准备跟我在一起了，跑过去亲一下，啪的一眼光打过来了，或者推开你，为什么？在外面吹吹风了以后已经变成零度了，零下十度了，零下二十度了。各位你有没有了解到，从九十九度已经变成多少度？零下九十九度了。还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的。看看有些女孩子在笑，看看你肯定是有经验的啊。各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在销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要成交。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北京办班，有一个学生给我讲的这些个案例是他亲身经历的。他说他追了一个女孩子追了6年。6年以后他接了一张请帖，告诉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参加他的婚礼。他把电话打过去，他怎么了？你要结婚呢？你知不知道我追了你6年，我付出了多少？在电话里面就开始大骂，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所有的风度都没有了，然后把电话挂掉。挂完以后他觉得不甘心，又打电话过去询问。他说啊，我追你6年风雨无阻，每天接送，没有特殊的事情，我从来不例外，但是你居然嫁给别人，我心里面真的很寒心。那女孩子讲，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哥哥一样的看待，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连我的手都没有拉过一下。各位发现问题的关键了吗？各位，你喜欢别人，你爱别人，你连别人的手都没有拉一下，这是爱的表现吗？各位是还是不是？是。各位，你就不爱别人是不是？所以那女孩子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爱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在追求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还是不是？是。那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她没有要求她。是还是不是？没有提出成交。各位，这是问题的根源。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三天练就金口才，会讲会复制会创新会成交，耶！我从事教育工作10多年的一个时间，大小讲师讲师训参加过几十场，这是我参加最好的一场讲师训，它非常非常有条理，条理清晰，而且呢非常非常的专业。一个普通人能在3天的一个讲师训，从不敢上台到心理的突破，到上台之后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师，我认为这样的讲师训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推荐。我爱金牌讲师训。不断成交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各位，就是晚一秒不如早一秒。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女孩子跟你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态度是不是不一样？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调查，那女孩子没有跟你结婚之前在心里想，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跟你在一起，能不能结婚啊？所以她跟你在一起，她觉得花钱都是你的，跟我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你发现他从来不亏待自己。但是结婚以后呢，你说你跟他怎么花怎么花，他愿不愿意？他可能舍不得，为什么愿意？花的是谁的钱？自己的钱。各位朋友，你的产品还没有卖给你的客户之前，那就好像是你的女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再喜欢你也是你的女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跟你的关系是说，你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信任啊，你的产品到底好不好啊？他是用带着放大镜来看你的问题的，是还是不是？一旦跟你在一起以后，
他就说，哎，这个产品很好啊，啊，这个事业很好啊，你这个项目很好啊，我们怎么样来把它做好啊，上海是不是？他的焦点开始从寻找你这个项目的问题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如何把这个项目做好了？发现没有？焦点开始转移的。我曾经跟别人开玩笑，过去的担心被你骗，但是一旦他跟你合作以后，他说我最好要骗一次骗吧。为什么？他已经跟你在一起了。说各位，他是你的人不是你的人，态度是不是不一样？各位是还是不是？是。所以早一秒是你的人，这叫什么？把生米做成熟饭，是还是不是？我曾经跟很多朋友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有一个女孩子带她的男朋友去见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呢开始是很热情，吃完饭以后呢进行一番聊天，得知男方的情况，家庭条件比较一般，父母双亡啊，读的书呢也不是很多，这爸爸说我不愿意，那女孩就说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有未来，而且他对我很真心。但第一种情形，我们假设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这个女孩子跟他在一起手都没有拉过一下就见他父亲，他父亲说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要么选择跟他在一起，要么选择断绝父女关系。各位请问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在父母的高压下，这个女孩子会不会选择分手？会选择分手。那第二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什么样的？没有抱小孩，累那么快，可能同居三年了。那女人说我跟他已经在一起三年了，我付出了很多的青春代价，我很爱他，爸爸能不能考虑我跟他在一起？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父母会不会同意？同意。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亲不同意的。这有什么关系？现在什么社会呢？分开了还是会找到更好的。我们身边很多的农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还是反对，一定要分开，不然断绝父女关系。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还是分开。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第三种情形，当父亲坚决反对的时候，那女孩子拖了一个小孩出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的外甥，请问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的推测是，老婆子马上去杀猪杀羊杀牛，好吧，把亲朋好友叫上来，把自己未来的女婿带为上宾，尊为上司，开始跟他喝酒，陪他畅饮，还要跟他猜拳行礼，就差一点没叫哥俩好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支持，已经有了外甥的生命，已经做成了熟饭。如果接下来我不支持的话，他未来对我的女人好不好都是一个问题，他未来沾不沾染我都是一个问题，是还是不是？他后来孝不孝敬我都会是问题，所以他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各位是还是不是？从我刚刚举的例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客户今天答应买你的产品，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反悔，为什么？很多类似我刚刚讲到这个父母会不会出现，他太太会反对购买这款产品。比如说你今天把一套房子决定销售给他，他也准备要购买你的房子，本来他今天可以交定金的，可以划款的，你心里想，既然今天都已经同意了，那也没有问题，你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去，他说不行啊，我老婆不同意，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父母变成了谁？变成了他的老婆，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可能是他爸妈又不同意，说什么这个又离家很远呢、啊？那个地方又没有超市呢？那个地方又没有学校呢？或者那个地方又太繁华了呢？那个地方会影响到孩子的休息呢？啊，那个地方娱乐场所太多了呢？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了等等，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来自于什么呢？没有把小孩带出来，是还是不是？各位，这个小孩是什么？就是钱嘛，他已经把钱都花到银行里面，生米做成熟饭了，还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是啊，是不是？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各位，你今天跟别人签一份合同，请问是今天签好还是明天签好？两杯酒下肚，他说反正他已经同意了，没有问题了，明天签就明天签。好了，你在这里要
准备买下他的企业，买下他的公司，啊，买下他的股份，买到他的地皮。突然间，另外一个人连夜跟他进行了谈判，付出更高的代价。到了第二天，发现跟别人签了，你怎么不讲信用啊？你答应我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做？但是是不是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了，因为会发生很多的意外。所以各位，为什么要不断的成交？他说明天交也是一样的，你还是说那明天交和今天交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既然没有区别，为什么不现在交呢？总而言之，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把钱怎么样收到你的口袋，以最快的速度把合同签下来，是还是不是？以最快的速度让你们的领导把那个大鼻一飞，是还是不是？今天他同意，明天他又开始改变主意了。他本来准备今天要升一做经理的，但是呢这么一耽搁下来，明天他又改变主意了，啊，改成怎么样让别人做经理了，有没有可能？有。如果今天你在这个地方说，哎呀，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啊，哎呀，你今天就把这个通知打出去以后，我也好好的请同事聚一聚好不好？好，用这种方式，那么的领导大笔一挥，一签完以后怎么样，哎，你就开始去庆祝了。但是如果你不做这样的动作，他第二天，哎，总经理同意了，董事长说不行，换另外一个人做什么经理，所有的计划又怎么样，又泡汤。所有说的原因来自于什么？晚了一秒钟，是还是不是？各位，所以销售永远是不断的成交，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晚一秒不如什么早一秒。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要不断的成交？因为成交的次数越多，成交的机会就越大。为什么呢？但是很多人呢，他第一次成交完以后，他会不会做第二次成交？他不会，他觉得不好意思，他有障碍了，他觉得讲多了会给别人带来压力，会害怕别人讨厌，会怕别人觉得自己很强势，会担心别人认为这是不要脸，啊，夸大一点的讲，有没有可能？担心，这是很多人的障碍。各位，我经常跟很多人分享一件事情，你的客户怎么想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有可能比你想象中好，有可能比你想象中糟糕。我们今天所有脑海里面的想法只是我们的投射，各位是还是不是？是。到底我们的客户是怎么想的，只有我们做完尝试，不断的尝试以后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同意还是不同意？同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各位，你觉得不好意思去提出成交，你觉得害怕被拒绝，我要告诉你一个重点，其实你的客户更怕什么？更怕拒绝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害怕成交，你的客户害怕拒绝。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个房地产的推荐会，我讲完这个房产的介绍以后，有很多人都买了，我一次一次的成交，就一个人没有买，两个人没有买，请问那两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是不是我这个人没有眼光啊？是不是我这个人没有钱啊？是不是？各位，他会不会有障碍？有还是没有？那个人就开始有障碍了。障碍发生在谁的身上？不仅仅发生在老师的身上，销售人员的身上，更重要的是他会发生在谁的身上？我们的客户的身上。你提出的成交次数越多，他越是很难以拒绝，越是害怕拒绝你。比如说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你需要向他去借500万，他有钱，你也有实力，你第一次向他开口他拒绝了，你第二次再开口他就很难拒绝了，你第三次讲我到底在你心目中有没有位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愿意借给我？各位，他借不借给你？你看很多人向别人借钱的时候，朋友啊，我向你借50万，你放心了，我下个月一定还你。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沟通？因为他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我下个月还你，害怕你拒绝我，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害怕被拒绝？第一，我在你心目中位置不是很高；第二，我认为我不值得被信任，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才会补上一句，下个月一定还你。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怎么样？哥们，我需要50万，我给你一个账号，
明天之前给我打过来，什么话都不要讲了，还是等，等什么呢？等他说话 ，OK， 他怎么说你再怎么回应，了解我的意思吗？要把他借钱给你看成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各位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回想一下，你还没有跟你老公在一起之前，你老公是不是无数次的追求你？是不是这样的？今天说啊，我们要去喝咖啡；明天说我们要去看电影；明天在后天又说我们去什么？啊，去香港逛街，是还是不是？后天又说我们要去海南旅游等等，会找很多的理由，怎么样要跟你在一起？啊，一会想要碰碰你的手，一会也想要给你拥抱一下，是还是不是？正不正常？正常。但他最最终极的想法是什么呢？啊？就是得到你，认为女孩子，认为大姐比较的实在，就是为了得到你。请问，他说我们去开房吧，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刚刚认识，他说我开房，你愿不愿意？愿意。第二次呢？愿意。吃饭可以，喝咖啡可以，开房不愿意，是不是这样的？好，接下来第三次呢？拉拉手可以，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去看第四次呢？拥抱一下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有，越到后面他越是没有办法拒绝了，是还是不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奥秘？到了第十次第二十次，那好吧，就依你吧，了解我的意思吗？对不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各位啊，关键是什么？就是你成交的次数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各位朋友，我们不断的成交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成交的心理阶段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成交的心理阶段？比如有些人只要你一讲完，他觉得好，他相信，他就立刻怎么样，就行动。那还有一批人呢，他相信了，但是他不一定会立马行动，因为他会怎么样，再分析一下，再考虑一下，再看看。这种人往往在生命中早期受过很多骗，他还怎么样，很害怕再上当受骗，所以他会非常慎重的再停下来看，等等，不要上当受骗。当他看到第一批人是吧，购买了你的产品以后，这批人购不购买？马上又购买了。这批人购买以后，第三批人马上又会登台，什么人？这批人是什么？跟随的人。各位朋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会有这么一批人，他看见别人去做的时候，但有大量的人去做的时候，他怎么样，就跟着去做了。当然也很遗憾，总有那么少数的部分的人，不管你讲的有多好，不管这个产品是不是他想要的，他都没有办法买。有可能是没有钱，同意我的观点吗？同意。有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产品已经过剩了，比如说你向我推荐房子，但是我家里面已经有十套了，我没有投资的需求，我更没有住房的需求，所以我买不买？我不买了。这是因为他不需要，或者说他没有钱，或者他决定过一年两年以后再购买，这些因素让我们种种的因素决定不会购买，了解我的意思吗？总有一部分人不会购买。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成功行销的七大关键呢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行销术的第二大部分，如何运用故事来行销。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请一个人来配合一下，好不好？我想请一个人上来讲一个故事，然后呢我再根据你的故事来告诉大家如何运用故事行销的流程，好不好？我就我们现场的这位朋友的故事来跟大家提供现场的指导，好不好？ OK， 哪一位愿意？好，我们这位老师，欢迎他上台。各位金牌讲师、金牌课程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叫郑文燕，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爸爸妈妈都叫我郑文燕。那今天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亲身体验的故事。我老家是湖南的。我是家里有四姐妹，我是排行老大。因为从小的话，家里面的话条件不是很好，我没有读到多少书，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我放弃了读书。那我1999年我就来到了佛山。当我来到佛山的时候，有一次很偶然，我出来这么多年，我的同学他来佛山看我，他说这么多年没见你了，看来你还是混得可以。他因为我也做过打过工。
也开过美容院。那当时我的同学过来佛山看我的时候，那我就要想到我怎样去交代他。那个时候呢，我的同学他就过到了佛山，我就请他去了佛山南海美食城的一个餐厅去吃饭。当时去到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去点菜。当时我去点菜的时候呢，我就点了一个螃蟹。当时有一个服务员的话，那也是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是湛江的，那个是酒店的经理。但是当点菜的时候，我点了那个螃蟹的时候，他一亲，哇，这个螃蟹的话居然哈有3斤那么重。哎，我说怎么这么重的，这么大的一只螃蟹这么贵哦，而且几十块一斤哦，一只螃蟹的话都要几百块钱。那我就说，哎呀，我就问这个酒店的这个经理，我就说，哎，我说你这个螃蟹的话，怎么上面捆那么多的草啊？他说这个，我说可不可以帮草拆下来？我说就会轻一点嘛，是不是？但我真的我觉得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你把这个草绑在这上面还这样子那么重啊？草又打了水嘛，就比较重。那当时的话称了一下，3斤那么重，我算了一下，我说哇，都要几百块钱，90多块一斤，都要200多块，39都要200多块钱，我说这么贵的哦。后来我就说能不能便宜点？他说不行，你要吃就吃，你不吃就拉倒。他说你不吃大把客人去，因为美食城那边的话啊，吃饭的人都很多，去到那都排队。那好，我就说，哎呀，犯了破费一次吧，反正几百块钱，我老同学好久都没来了，好好招待他一次也可以的。我还想跟他讨价还价，因为女人的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感觉要小气一点点，就会去计较这一斤一两的嘛。很想叫他把那个草取下来，他就是不取。后来就这样称了，就是一个螃蟹都要几百块钱。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好奇怪，为什么这个草的话也卖这么贵的？真的，说实的话，在座的朋友，你们都知道稻草是不是很便宜的？你们觉得稻草是不是很便宜？在我们老家，说实的话，稻草的话丢在地上的话都没人要，也没人理它。而且的话，稻草在家里面是给牛吃的，是不是？我们老家还拿稻草来垫床。那今天这个稻草为什么在这个螃蟹上就可以卖这么贵？我真的是不理解，因为可能是我是农村来的孩子，我就是觉得为什么这根草要卖这么贵的，好，很不理解。当时后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今天这根稻草绑在这个螃蟹上跟螃蟹卖一样的价钱，那么今天只是在这样南海美食城这样一个餐厅，它就卖了几十块钱一斤。那如果这个稻草绑这个螃蟹上，如果买到5星级的酒店，它是不是可以卖几百块钱一斤，甚至是几千块钱一斤都有可能，对吗？所以我就在这里总结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说为什么这个稻草能够卖得如此的贵？那所以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根草，它虽然在我们农村，在我们老家觉得这么廉价，这么便宜，这么的不重要，那今天它绑在这个螃蟹上能有这样的高的一个价值，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那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我们金老师的培训，我觉得应该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金老师，谢谢他。我觉得一个人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那我虽然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女孩子，我虽然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的口才，更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也没有很多的社会经验，但是今天我能够站在这样一个台上，也是我们金总的点拨，能够让我从台下的我走到台上的我，你们觉得我成长了吗？成长了。所以我就是那一根稻草，我就是那一根不值钱的稻草，而且的话真的是没人理没人喂。但是今天我这根稻草是绑在了螃蟹上，它在不同的酒店它可以卖不同的价钱。今天的我就是比喻我们的金总，他就是那个大螃蟹，今天他可以卖很多的价钱，那我就是那个小稻草，那我是绑在金总的身上，绑在我们金总所讲这所有的课程的身上，能够让我从一个普通平凡的一个稻草能够有今天的一个成就的辉煌。像我这样普通平凡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一根稻草能够跟着我们的金院长能够学得这么好的课程，我真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金院长，谢谢他。所以真的站在这里此刻的我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即使自己不是很有能力，即使自己是很平凡，
但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不一样，在这样的有这么好的老师能够点拨到我，能够给到我思想上的一个指引，能够栽培我，所以的话我相信我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且今天我的能力可能是老师的可能是老师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但是我相信通过我学老师的课程以后，我的能力可以达到。其实我是故意的，因为我因为站在这个台上看你们的态度，是让我接下来讲的内容，你们的掌声越热烈我就讲得越好。的一个培训，我相信我自己一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我是相信我自己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你们想不想也是成为一个 像一个普通的稻草，成为一个智慧的稻草女孩？谢谢，我分享到这里。好，很好，欢迎我们这位郑老师回座。好，欢迎回座。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喜欢金牌课程，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张天练就金口才，会想会复制会创新会成功，耶、通过三天的金课程老师的金口才培训课，让我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之前呢，我呢从来没有放开过我自己，我觉得我非常的自信，但是呢这三天让我有个真正的改变，我应该放开我自己，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应该真正的把我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金牌课程我喜欢。各位觉得经过这么两天时间的训练，我们郑老师有没有提升？你觉得提升是比较大还是特别大？特别大。OK。你会发现，他第一天站到这个台上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紧张？是吧？今天是不是有一点大师的风采了？各位，有没有？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什么这个苗头了。各位，我说如果大家成长的速度这么快的话，看来我要下岗的机会真的就很快了。OK。那么我们刚刚这个郑女士的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精不精彩？富不富有哲理？好了，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故事来行销呢？各位可不可以用在哪个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你的演讲目的。比如说我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用在什么样的演讲目的，您可以这样来想。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入手，找到故事中的隐喻。各位，我们在表达术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你发现没有，我们所有的课程是什么紧密相连的，环环相扣的。你只要听完前面的跟后面的内容，是不是好非常的契合，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它有什么样的隐喻呢？各位朋友，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隐喻？其实我们的郑云女士已经有讲到了，这只螃蟹吃不吃钱？吃钱，90多块钱。这几根稻草吃不吃钱？一文不值。但是为什么稻草可以卖成螃蟹一样的价钱呢？因为稻草捆在螃蟹的身上就可以卖相同的价钱。隐喻有没有出来？各位，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什么在一起，是还是不是？各位，你是稻草不值钱，但是螃蟹很值钱。您绑在螃蟹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卖螃蟹同样的价钱，有道理吗？各位，那么这是不是找到故事的隐喻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要干嘛呢？就是要找到关联事物。各位，什么是关联事物？大家了解吗？就是跟这个隐喻相近的相同的，就叫什么关联事物。跟你的隐喻相近的相同的就是关联事物。隐喻里面我们要有中心思想，中心思想要有关键性的词句概括出来。我们有没有概括出来？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什么在一起。各位，如果你是稻草不值钱，但是螃蟹很值钱，你跟它捆在一起就会什么卖一样的价
卖一样的价钱。各位朋友，今天你可能是能力很弱，你可能很普通，但是如果说你的公司很厉害，比如说你是苹果公司的在中国的总代理，假如在中国有总代理的话，请问苹果是不是一只螃蟹？各位，那么你没有销售技术的话，那你是不是一根稻草？各位，你是谁不重要，你不会销售不重要，你年轻不重要，你没有人脉不重要，但是你捆在了苹果公司的身上，你就可以卖苹果一样的价钱，是还是不是？是。你发现你不需要销售技巧，你不需要人脉，你只要说你手中有苹果的手机，请问有没有人来购买？有。你会发现在前段时间有很多的人排队购苹果，能不能买到？因为苹果是供不应求。为什么供不应求？因为这个产品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还是不是？是。各位，是。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销售技巧都可以达成你的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第三步，要花 99% 的时间来讲什么？关联事物。关联事物。那么我刚刚讲了多少关联事物？我只讲了多少？一个关联事物。那么力度大不大？还不大。你要通过很多的关联事物来证明你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绑在一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找第二个关联事物会是什么呢？今天如果说你没有口才，但是你在销售的道路上是不是很辛苦？各位，是。你是不是会经常被客户拒绝，是还是不是？ 是。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的。如果您参加金院长金老师所举办的课程，如果您学会了这些课程，如果您还没有学会也没有关系，只要您找到一个同学会，让这个同学来帮你讲，好还是不好？好。 OK， 你跟他捆在一起的时候进行会议的销售，你只需要把客户带到这个会场，你会销不会销重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已经有金老师教出来学生帮你现场锁定客户，请问好还是不好？好。你不会，你口才不行不重要，你不懂销售不重要，你不懂行销不重要，你关键找到那个有口才懂行销而且有愿意跟你合作的人，是还是不是？是。各位，有没有找到第二个案例？各位，第三点，如果您今天有个好的项目，但是呢没有人愿意来投资，你没有钱来投资，那你没有钱开发这样一个项目，请问你要成功困不困难？各位，但是到底困不困难？我们都很清楚，现在有很多的项目，特别是互联网的项目，是由这个创始人来投资的，还是由投资公司来投资的？各位，是由那些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来进行投资的，是还是不是？各位，你有没有钱这么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绑在一起。当你跟那些大的投资公司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你做了1000万、2000万，甚至1亿的美金这样的事情，有没有？那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腾讯公司啊、阿里巴巴等等很多的大企业，都有很多的风投公司进行了投资，是还是不是？所以他没有钱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不可以跟有钱的人绑在一起？各位，你觉得说，各位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有没有道理？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卖课程了，各位，我就开始卖了。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从事销售课程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么请问你是不是需要很大的挑战？是不是需要很好的口才？需不需要懂得陌生拜访的技巧？你可能需要学很多很多的，才有可能把你销售课程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有一个老师的课程他很受欢迎，第一，第二，如果有一个老师的课程他很有效果，这第二。第三，如果这个老师有大量的学员，那您进入这样的企业去合作，为这个老师来进行课程的推广，请问是不是会更容易一点？是还是不是？是。这是你没有经验，这是您的技巧比较的拙劣，但是因为这个老师有大量的学员，你只需要通知他，他就来参加了，请问你是不是跟这个老师绑在一起了？是还是不是？是。 OK， 如果这个老师就是金课程老师的话，你愿不愿意跟我来合作？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愿意。 OK， 结束了。
你发现没有，我讲了几个关联事物以后，我开始讲什么呢？用1%的时间讲什么？讲表达事物，也就是我们的什么演讲目的。讲完以后，你看看我开始有没有做成交试探，有没有？各位愿意还是不愿意？我可能就找一个人比较配合的人来怎么样，来进行成交的试探。当我发现这个人很配合的时候，我就开始怎么样，进行大规模的成交。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问题。在我做完成交试探以后，可能有一些学员有一些抗拒，各位是还是不是？是。各位，那你要怎么办呢？就要解决他的抗拒。所以我们的第六步就是解决抗拒。什么抗拒呢？他会说，我已经在某一家公司做了好多年了，我已经跟某一个老师有很深的感情了，我被这个公司的老总培养很多年，我觉得我应该感恩。有没有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障碍？各位是还是不是？各位，那么我就想跟大家谈一个忠诚的问题，各位想不想听一听？各位，当我们觉得对不起我们公司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曾经培养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你非常的守信，你很懂得感恩。但是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需要感恩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不要感恩？要不要？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能够令到我们成功，或者不能够令到我们快速成功的话，请问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忠诚吗？各位，我们有没有忠诚我们的孝心？各位是还是不是？没有忠诚我们的孝心。我们应该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获得成功，来让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长辈安享晚年。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你今天所从事的工作不能够令到你成功，或者10年20年以后才能够让你成功的话，请问你有忠诚你的父母吗？没有。各位，我们有没有梦想？请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有忠诚我们的梦想吗？回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到深圳的，回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我们从事这份工作多少年，请问我们有实现我们的梦想吗？如果没有实现我们梦想的话，请问我们有忠诚我们的梦想吗？有吗？没有。各位，我们有忠诚我们的客户吗？我们是不是希望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好的产品？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客户得到更大的成长与转变？是还是不是？是。各位，我们的客户那么信任我们，把他的钱交到我们手中，就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那么今天如果有更好的老师帮助我们的客户以更快的速度成长的话，请问要还是不要？要。要。 OK， 完了。有没有解决他的抗拒？他可能内心有一点愧疚感，觉得呢他没有忠诚于之前的企业。那么经过这样的演讲以后，他可能怎么样就明白了，那我要忠诚我的父母，我要忠诚我的梦想，我还要忠诚什么？忠诚于我的客户，忠诚于所有那些相信我跟随我的团队伙伴，是还是不是？是。 OK， 如果没有抗拒呢，第六步还有没有？就没有了。但是第七步一定是有的，叫预防后悔，叫打预防针。这是在销售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所以我无数次的现场成交，我都问他，你是真心的吗？你会不会后悔？我说你真的不后悔吗？我说是你是不是碍于面子，在这一刻当众这么多人的面前不好意思拒绝我？他说不是。各位朋友，当一个人在公众做下承诺的时候，你觉得反悔的余地还大不大？就不大。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怎么样，要确认。 OK， 要确认。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也会用故事来打预防针。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已经决定购买我的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不管是课程还是其他的产品，那么这个时候我通常会讲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牧师非常的信仰上帝，有一天一场大水突如其来，很多人纷纷逃生，只有他一个人从容镇定，因为他相信上帝会来救我的。水来势凶猛，转眼之间就淹到他
淹到他腹部的位置，他不慌不忙，从容镇定。在这个时候，有一条小船经过他的身边，船上的跟他讲，牧师，我们一起逃生吧。他说，没有关系，上帝会来救我的。接下来这条船走了，水继续涨，当水涨到他脖子的位置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危在瞬息之间，可是他依然是不慌不忙。这个时候有一架直升飞机从他头顶飞过，发现了他，把软梯放了下来，跟牧师讲，你上来吧，我们一起逃生吧。牧师说，不要紧，上帝会来救我的。结果他就见到了上帝，非常非常非常的愤怒，破口大骂，上帝，我如此的信任你，你居然见死不救。上帝跟他讲，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各位，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各位，我刚开始派了一条船，一条小船来救你，你没有上船，后面我又派一架直升飞机来救你，你没有上飞机，请问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各位，是谁的问题？牧师的问题。朋友们，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机会与上帝一样是无处不在的。我又运用了什么方法？运用故事中的隐喻，它的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机会与上帝一样是无处不在的。各位，当我们在抱怨生命中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有可曾想过，在我们生命中无数度出现过机会，然后我就开始讲，错过第一次机会是什么，第二次机会是什么，第三次机会是什么。比如80年代你可以去贷款不用去偿还，是还是不是？比如说你90年代有很多人可以来广东打工，然后做上了厂长经理，最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是还是不是？那么近几年在广东发生很多很多可以让你的财富在一年两年之间翻10倍20倍的事情，你们相信吗？还有炒房子，各位，你花30%-20%的金额就可以买上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短短的一年两年当中就涨上几倍。请问一套房子需要200万，你要交多少钱？各位交多少钱？40万或者60万。一年以后你需要供多少钱？不超过10万块钱的费用，也许，对不对？50万，你总共花了50万。一年以后这个房子啊，从当时的200万变成了多少？变成了400万或者600万。请问你赚了多少钱？各位，多少钱？在座的朋友可以慢慢算啊，在收看我光盘的朋友也可以慢慢算，但我想告诉你，他的财富一定是累积了很多倍，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因为他只需要用30%-20%的时间就可以杠杆这栋房子，是还是不是？而这个房子在短短的一年两年又涨了1-2倍甚至3倍，请问他有没有赚到几倍的差价？有没有？有赚到了。这是不是机会？各位，你把握了吗？你还在抱怨上天对你不公平，把你生活出生在农村的家庭，你还在抱怨你读的书太少，你还在抱怨你身边的亲人对你帮助很少。各位，请问你可不可以花5万在深圳购一套房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其实还是可以的，在布置在很多地方房子比较小的，对不对？100万不到的，几十万的房子有没有？也是有的。你可不可以先供第一套？可不可以？在半年以后赚到钱，可不可以把这一套再卖掉，再买第二套？行还是不行？行。我听说在深圳布置有一个保安，有一个楼盘的保安，他没有钱，在老家借了20万，炒房炒了2年，赚了300万。各位，你说厉害还是不厉害？厉害。为什么他可以把握机会呢？各位朋友，那么今天，当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第一，你可以跟随老师不断的成长；第二，你可以在推广老师的课程当中结识更多的更高层次的人；第三，你可以通过这种推广赚到更多的钱。请问你要还是不要？要。要。你会不会后悔？发现没有，经过这样的讲解以后，他会不会再后悔？不会。进行了巩固的销售。
如果你觉得你很重要的话，你就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你就会力求做得更好，是还是不是？是。教练叫你马上上，你就必须马上上，而且必须马上拿出最好的状态，是还是不是？是。只有你马上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你的教练才会赏识你。为什么在家里可以讲，在课堂上不可以讲呢？是因为你觉得不正常，所以就不正常了，各位。